高文中的姐姐高小英请她的朋友和她的中学同学费先生。费先生跟李友一起跳舞。我很喜欢李友小姐，我希望她成为我的女朋友。午饭的时候，你好李友，我做了五个饺子给你。谢谢谢谢，可是我已经买了学校餐厅的午饭。糟了，费先生喜欢李友，他不可以喜欢他。第二天，李友，你还没吃午饭，对不对？我昨天做了50个饺子和5盘糖醋鱼给你吃。第三天，我比费先生更好看，我的鼻子高高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嘴不大也不小。第四天，我能喝得下6瓶可乐，费先生喝不下。李友，你看，我什么都能做。有一天，费先生生了病。喂，我发烧了，很不舒服，你能不能到我楼下看看我？好啊，你等。哎呀，我肚子疼死了，越来越痛。对不起，我的朋友肚子痛，我得帮帮他。王鹏，你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？不是不是，我只是过敏。啊，过敏？在情人节那一天。李友，我喜欢你，我对你的印象很好，你能做我女朋友吗？对不起，我现在不想约会。那明天呢？我明天有一个考试。后天呢？费先生，我喜欢别人。那个人是谁？王鹏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很聪明，用功，也很帅。对不起，费先生。真的吗？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嗯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，非常喜欢你，太好了。王鹏跟李友去约会，一起看电影。喂，我还在这儿啊。